如果我要生活喺香港咧，錢當然一定係重要噶啦。呢個係呢個地方嘅價值觀嚟嘅，由細到大都係俾啲教育啊，邊度嘅方面啊，佢灌輸你嘅知識都係咁。你要喺香港生活得好，就要有錢。我就係喺石澳呢個位置，喺我爹哋做嗰間酒樓，我食緊飯，就啱啱有隊 crew 拍廣告嘅，佢見到我，佢就俾咗張卡片我，叫我上去 casting。就由嗰刻開始，我就做起 model 嚟啦。嗱，唔係吹水嘅，廿幾年前嘅松枝真係靚仔到，你睇佢迷人嘅眼神，瀟灑嘅六四分界髮型，真係唔輸是俾依家啲歐巴嘅。佢拍過嘅 MV 合共超過1000部，難怪被封為 MV 王子。做 model 嘅收入都幾可觀噶，嗰個年代就唔係太多洗費啦。咁我賺嘅錢每次都有千零二千蚊啊。對一個細路仔嚟講咧，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同埋一件好豐厚嘅收入咯，係啦。嗱，呢個位置咧，石澳呢個石灘咧，係我經常喺以前拍卡拉 OK 經常會到嘅地方噶啦。除咗呢啲地方之外，仲有啲表情咧，都係經常會做到嘅。嗱，譬如。谁来你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失去他的到现在我觉得很假的假啲戏假又点啊最紧要佢个靓仔样系真嘅你睇下我老早都咁靓仔边个够你玩啊离晒大嫂嘅系咪约咗建工系啊系张生你好咁难得有机会好心你认真啲对待啦今次错过咗唔知仲有冇下次嘅唉，我祝你好运。几耐冇见过工啊？我都有见嘅，有时都要见啲监制啊、导演啊咁样嘅，都系当见工咁咯。其实周不时都有噶。呢个我卡片。哦，多谢。咁我系 sales manager， 我咩图姓蔡嘅。好，张生，你今日嚟应征嘅职位就系我哋直销部嘅营业代表。张生，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啊？咁啊，我今年就50岁啦。嗯。咁就做过好多份工噶啦，做模特儿啦。咁啊，做个机械工程师啦。咁啊，最做得最耐嘅就系演员啦。有一个位咧，我想问一问你嘅。咁其实一直都有好多销售经验嘅应征者嚟见工嘅。嗯，我想问一下你喺呢一方面有冇经验？如果你冇经验，点解我要招聘你咧？其实我学嘢好快嘅，唔系话有经验就得嘅。其实你睇到而家社会啊，好多好有经验嘅人都做得好差噶嘛，系咪？最紧系本质系嘛？我啊学习得快。我嘅即係語言能力又高，即係溝通能力又高，咁所以咧，我基本上係可以做得到咯。你覺得冇經驗都可以做得好？冇錯，經驗是少，信心是大。邊有人好似你咁噶？建功囂張過個面試官嘅？啊，你真係以為你靚仔實請你啊？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